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今天咱们来聊聊玉米哈。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玉米之所以叫玉米呢，是说明它的这个品相确实是有点像这个玉，很美。有点像那个黄玉，您觉得有没有？你现在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小的时候，我们好像对玉米有一种反感。为什么呀？这么好吃的？因为玉米吧，它是做出来的那个面，玉米面，我们叫做棒子面。大碴子粥是吗？是那个吗？还到不了粥，就是蒸那个窝头，要靠那个去充饥，都不爱吃那个。哦，您不爱吃那个？当然现在爱吃，现在呢反而健康食品嘛，吃细面什么多了以后，反过来又想吃点玉米的东西。哎呦，这前不久我去那个农村采访啊，去那个包谷地里边，哇，那个壮观，一人多高啊，那个玉米地啊。对，现在呢很多人都把那个玉米在没有熟透的情况下掰下来，就蒸啊煮啊吃。哦，这时候很嫩。哦，但是呢老了以后呢，它那个颗粒就比较饱满了，我们可以用它去做这个玉米面呀，也可以做玉米渣儿啊，就是里头做成那个三角形的那种，也可以现在用它来造这个酒精。哦，哎，您看这个，我在陕北的时候啊，要用那个改锥一样的东西来撬那个玉米粒儿。哎呦，那个活儿真是啊，真是得有几把功夫。是，那时候我这些事儿都做过。玉米熟了以后，你要从那个杆上给它掰下来，掰下来这杆立在这儿，你还要拿一个类似于斧子似的那样的锄头给它砍了。砍了以后地下都留着这么高的那个玉米碴子，你要走就扎脚，你还得想办法给它翻了，给它埋在下边去。所以收玉米是很累的一件事儿。这玉米啊吃着倒香，但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收获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发明项目呢就与收获玉米有关，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玉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粮食作物，在我国的种植面积非常广泛。每到秋天，农民朋友们就会忙碌在田地里收获着成熟的玉米。那么这金黄的玉米收获起来简单吗？我们的记者打算进行了解。嗨，大家好，我是我爱发明编导常潇。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山东聊城的冠县，现在正是收玉米的最佳时期。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一大片这样的玉米地，而现在呢这里旁边也就有一些人在收玉米，然后我们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收玉米的喜悦，好不好？来，我们去看一看。大家收玉米呢？今年收成怎么样啊？收成挺好，大爷。哎，您今天收这玉米收了多久了？我今天收玉米以后刚来啊，刚来刚收。您这玉米平时产量有多少啊？平时千把斤吧。用一亩地的话，您这些人一共要收多长时间？一亩地一个人一天收上半亩地到三分到半亩吧。他们是在前面掰这个玉米，然后您是在后面把这个秸秆给弄掉是吗？对对对，直接砍掉是吗？你往这一搬，一下镰刀就掉了。这个杆是脆的。对对对对。然后你往两抽劲儿，就是往这边来一点。哎，往这拦一下以后，你就是一动下来了。好，哎，这摘玉米有什么讲究吗？像这玉米以后。这样以后扒开了以后，两把就给扒干净了，抓好了以后，哎，就下来了。这摘玉米看起来比割玉米杆要轻松多了，只需要将玉米的外皮撕开，再将成熟的玉米扭下来就可以了。那么这看起来步骤简单的摘玉米，大家伙一天能够收完多少亩地呢？您掰这玉米一天能掰多少啊？一天掰半亩地吧。半亩地才？对。大爷，既然人工收玉米这么麻烦，咱们为什么不找个机器呢？找个机器，我们现在的机器很少。现在我亲家给我姑爷以后，他两个研究了个机器，研究机器还没做很好。您是说您那个亲家他们在做这个发明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地址在哪呢？我想去看看。他的地址在和盐城和是。马本江菜店。
一个菜店是吗？听说村上有人发明出来一台收获玉米的机器，记者立马动身前往了老乡说的地址，打算亲眼看一看。对啊，这是马金刚家吗？啊，是马金刚家。你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他发明了一个玉米收获机。啊，是有这种情况。你没事啊？我是这个中央电视台，我还发明了。前段时间他刚报名呢，你们那么快就来到了？我听说你们家还不止这一个发明人是吗？对，我公公也说，我公公比他年纪的时间还长，还早一点。他们俩都在家吗？都在家。那带我看看去。好。爸爸，你妈，中央电视台记者来找你们了。哦，您好，哎，您是老马先生。对对对，这小马先生。发明人马金刚，发明项目玉米收获机。您父子俩为什么要做不一样的机器呢？他这种搞的时间我感觉太长了，我老是叫我给他打下手，提点建议他也不听，老是按他那个思路走。我怎么感觉你俩在较劲呢？他不是较劲，他非要弄，他非你看他弄的什么？我感觉我那个先进。你觉得你那先进？对。你觉得你的先进是吗？我只是我已经在山上都可以跑，到处都可以跑。这个已经完成了吗？完成了。你那个完工了吗？我那个还得有一段时间。啊。现在正在安装。好，那老马师傅，哎，你能先给我讲一下你这个机器的原理吗？哦，可以。通过这个角笼转动，哎，把它赶到这个挤穗轨，挤穗轨把玉米秸秆往下送，挤穗轨尖起脚把玉米穗就给挤下来了，玉米秸秆继续往下走，对，被中间铡草部分，这是一个双叶的铡草刀。双叶的铡草刀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双叶的呢？双叶的，因为双叶的平衡度好，把玉米秸秆铡得一段一段的，进入底下最底下这个刀片把这个铡碎的玉米秸秆把它抛洒到地面上，这样这个秸秆就回填了，玉米也收下来了，是这样吗？玉米就挤下来了。好，那我听着这个还挺简单的，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机器怎么样，我们要不去地里看一下？好，咱们去试一下。好。老马在儿子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将机器装车，朝村头的玉米地开去。这玉米收获机从原理上来看还是十分灵巧的，那么面对真正的玉米地，它的效果又会如何呢？我看您在地上这个种的这玉米都像是机器种的。这就是机器种的，全部是机器种的，这个是。但是收现在还是现在收以后大部分都是还是人工。那这个机器您是第一次见吗？这个机器我是第一次见。有我这个机器你们谁不用再干活了。我这一个机器不就顶你们这些人，比你们这些人干得快要快。好，那试试吧。老马对自己刚刚发明出来的机器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大家的帮助下，老马将玉米收获机抬了下来，做起了收割前的准备。您感觉这个好操作吗？试一试看看吧。我感觉还可以吧。您还挺期待这个机器？对，我挺期待这个机器。你觉得这个行吗？好使吗？我觉得不太好用，咱试试吧。老马启动机器，慢悠悠地向着玉米杆走了过去。没想到这玉米收获机还真的可以把玉米杆割断。可是我们还没看到玉米收出来是什么样的呢，这机器就出现了故障了。塞住了？为什么会塞住啊？这里有一个笼，这个拖拉机不平衡。这个是跟机器的问题，还是这个地的原因？这个地一高一低造成的。那往前面再开一点呢？再试一试吧。觉得它收的比人工那样好吗？员工好，打的草随时都能犁地，没问题。打成两截了。干得快，打坏的。速度太快。速度快。那这机器怎么样啊？可以吧。见过吗以前？没有。你们之前都用什么收？
以前人工割。这个这个黄泉地很壮的。你看这效率怎么样？这效率我看还行，它就老卡，是个毛病。这回我们回到了这第二轮的。对，第二轮，第二轮就没事了，它没有高低那个偏差了。好，就没事了。那我们再试一下好吗？啊，好吧。你觉得这一回还会卡住吗？那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那你看看再说吧，我看着还在卡。经过简单调整，老马决定再试一次。面对着乡亲们期盼的目光和儿子怀疑的态度，这一次老马和他的玉米收获机能够成功吗？怎么又卡住了？风太大了，风就这样，风把它刮倒了。这玉米怎么碎了呀？把它都没打碎了，这玉米。哎，不是说这玉米它直接就会挤出来吗？没有在这个挤穗这个地方下。哦，对，这中间还卡了半截。哎，对，它卡住了。那这个就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了吧？对，应该是吧。像这样的玉米以后我们就不能接触了，这个都粒粒都坏了。对呀、啊。都不能用了，都不能卖钱了，像这样。这玉米皮都没剥下来，还得用人去用人手去掰，去剥。你那机器可以。我那有扒皮，直接就把皮扒下来了。我这个还有改进的一个空间，我还能改进。你跟我回开始搬到一块弄好就行了，别再弄这个了，弄这个弄的时间太长了，再弄也就这样。我看着，明天我就能安装好。我再等一天，再等一天，我再等一天。年轻的小马看到父亲制作的玉米收获机，并没有满足乡亲们的需求。临近秋收的尾声，他立马决定立刻回家加班赶制，制作出自己的玉米收获机。回到家后，他总结了父亲在测试时遇到的问题，立马连夜动手制作了起来。马师傅，啊，这一天的期限到了，您这个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看看。差不多了。都装好了。装好了。我看你也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我不知怎么样，反正看着不太理想。您觉得不理想？不太理想。怎么哪不理想啊？我感觉信心很大，很好。我觉得这个完全跟他那个老马师傅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原理。啊，对对对对对，对和他的原理一点不一样。嗯，然后他这个为什么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刀片？这个刀片有转动。高速转动，把这个玉米秸秆在底部割断。嗯，割断了以后，上面这些齿，这回把玉米秸秆往里扒，就带着进到这个口里面。那它这样不会卡住吗？通过这个滚往里面走是吗？啊，对，整个秸秆都往里面走。对对对，这是个罩子。嗯。啊，它顺着这个罩子，进这两个滚，这两个滚，给它把玉米穗就挤掉了，挤掉了以后。就落到下面了，这个输送槽、输送带。那玉米和这个秸秆就完全分开来了。啊，对对对，就把玉米穗摘下来了。好，那这个铡刀是不是就来铡这个？对，铡硬的玉米秸秆。秸秆的。对。嗯。铡碎了以后就，这个罩子能，那么这个铡草机的头喷到前面。嗯，草就还田了。对，还田了，喷到地里面。嗯，那这个上面就除了这个储存的装置以外，还有其他的吗？啊，就是有个扒皮机。扒玉米穗儿系在这个上面吗？啊，对对，能把皮儿给扒下来。对对对。哎，我看到这里面有好多个这样的橡胶滚。啊，这是橡胶滚。然后还有这齿轮。玉米穗儿在这滚上面跑嘛，这几个滚是扒着玉米穗儿往后输送的。这个滚和这个滚，这是对称转动的，玉米皮儿就通过它们的挤压，在这里面就挤掉了。那个老马师傅也一直在关注您这个机器。我看不怎么样，这个收草还可以。收玉米这么高的玉米，这样收法，那一样，不太可能。我看够呛。这这么宽呢，动力又大。他不太看好你这个机器。那一样，跟我那一样，还得照样移。你觉得他照样会把那个草卡住是吗？哎，对，不行，你去到地里试一下看看。那走，我们现在就去地里。行，好。嗯，走。好。该发明原理是转盘割台把地里的玉米从底部割断，送给输送带和拨合滚，在输送带和拨合滚的作用下送给下穗滚，
下碎滚把玉米秸秆和玉米穗分离，秸秆进入铡草机铡碎。铡草机的出口有两个，工作时只有一个工作，不工作的用一个塞子堵住，从铡草机前出口向前抛送到田里做还田用。从铡草机后出口通过碎草通道落入方捆机打成捆，玉米穗落入提升机，由提升机给扒皮机，扒皮机把玉米穗扒皮进入料箱，工作完成。没想到这小马刚做好的玉米收获机并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小马决定一切用事实说话。他立马开着自己的玉米收获机来到地里，打算测试一番。那么这个大铁家伙能够完成玉米的收割吗？来了呀。你感觉这个比上次他父亲那个要好吗？比上次那个看起来是科学一点。大家都说这个比您那个看着好。我看不一定，跟以往这个收玉米的形状都不一样了，收草还可以。我看不太好。看来大家都对这个从未见过的铁家伙有些质疑。小马也不言语，立马启动机器给大家展示了起来。嘿，还真没想到这玉米收获机一进玉米田就顺畅地将玉米杆割入了进料口里，看起来还真是不错。可就在这时，还没割完一垄的玉米收获机怎么就停下不走了呢？怎么会链条掉了呢？那也可能啊，没上牢固吧，前面的轮没事，没在链条轮上，链轮上。那这个要修多长时间呢？这个应该好修，换个扣就可以。不一定是光链条，就是链条掉了，前面的轮是吧，没事。您觉得可能是卡住了，卡住什么东西了？您觉得是什么问题？我感觉不是单独的链条的问题，结构问题。您觉得呢？它这个链条掉了？我认为这个比昨天那个还好一点，没大问题。这个收的以后也挺好，现在。没想到竟然是机器里的一根链条断了。面对着一旁围观的老乡，这可把小马急坏了，赶紧着手修了起来。我回去上家里修吧，家里有工具。嘿，这小马说走就走，把记者和他的机器就这么扔在地里不管了。过来了，好了吗？修好链条的老马和小马立马赶了回来，给机器安装了起来。天色渐晚，这玉米收获机还能运转吗？修好了。好了，那现在就再试试吧。是吧？这玉米收获机总算是修好了，小马再次启动机器，在地里行驶了起来。这一次，修好的玉米收获机很快的便将玉米杆割断，收入到自己的进料口里。而剥点的玉米皮也从废料口一片片地输送了出来，这收割的效果还真是不错。大家伙不停地在机器后面检查着玉米收获机收割完的土地。那么这一次玉米收获机收割的效果能会让大家满意吗？它是框下来的，这种个框上。那个要比他父亲那个要高一点，这个。这个、高一点以后，这个倒无所谓，这个、倒无所谓，里耕地倒没问题。我们能看一下这里边收的到底怎么样吗？能。您父亲哪去了？刚刚跟着我们的，您知道吗？我不知道。注意他，没注意，没看到他上哪去。上哪去了呢？去哪去了呢？那先把这个拖拉机拿过来，先看看吧。看吧，到了，看吧。好。来。在小马的操作下，玉米收获机的储粮仓通过液压慢慢地进行抬升，很快金黄的玉米就落入到了过来装载的车辆上了。看一下怎么样？好，看一下看一下吧。来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
对，我感觉可以吧。就是偶尔会有一些掉粒儿的。对对、啊，就是要掉的少的，它都。对你像这个一粒两粒掉了一些。这是扒皮扒的时候，扒皮鸡啃下来的。那没事，那种就有个飞筛的地方，把那个玉米粒都筛出去了，筛底下了。那但是也有，但是也有一些虽然不是特多，你看、啊、有像这种也没有扒干净。这种像这种完全没有扒开，这种有一穗两穗的不多吧？基本上扒皮率，你大面上看应该差不多吧，90%以上绝对没问题吧？有吗？90%？有。这个一个两个的，啊、对，这个一个两个的，这个没事。像这个以后人能承受得了，那这机器还行，就是它刚刚开了，大概这里一共过来有个50米吧，差不多。对，差不多。那如果是人工的话，要收多久呢？要人工的话，以后像这些就是人工就得一晌。一上午。哎，一上午。可是咱们刚刚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啊，差不多吧。嗯，差不多吧。差不多。啊，嗯，那行啊，这机器您看着还可以吗？我看着可以。就是不知道它能顶多少人工啊？那这个能跟多少人比啊？我觉得和最低20个人比吧，20个人应该没问题。那我们找个时间比一下。行行行，好好，比一下。我儿子弄了又弄了一台收割机，我看他那个不行，比我那个他比不上。明天你们几个到地里给他晒一下。可以、啊、好吧、啊、可以行吗、啊、可以、啊、好哦，叫你们叫他们两个一块过去、啊、好吧可以。第二天一大早，老马带着自己找来的20位收玉米能手，打算和自己的儿子进行一次测试。田地里，小马还依旧检查着自己的机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这会儿正带着人朝他这里走来。那么面对着这么多的人工师傅，小马和他的机器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找了20个人。我没给你比一下，你看能比我比不过啊。你看正想找人比赛呢，看比多少人。我找来了，比一下吧。昨天突然走了，是找人去了是吗？对对对，你看吧，我找了20个人。都是在地里找的是吗？啊，对，他们平常都是干那个，都干过这个活。这么厉害吗？真像这大爷说的这么厉害吗？是的，厉害，是的，厉害。您种玉米吗？您在家里？俺种玉米。咋让您种玉米种多少年？种了20多年了。平时收都是靠您自己去收吗？都靠我自个说白皮。都很熟练吗？熟练，挺快的。快呀、啊、你、哎哎、还有更快的吗？更快。您是掰玉米是要跟人家分工呢，还是一边就是一边削秸秆一边就掰玉米啊？一边削一边掰。都是靠自己一个人，不用人跟你合作吗？嗯，对，是。那你这个他平时要比别人快多少啊？快了不少呢。我弄隔一轮，他就隔2轮。你们见过这个机器吗？没见过。敢不敢跟机器比啊？敢。敢呀、啊、那一会儿咱们就加油好吗？行，好嘞好嘞。那行，看来我们这队伍里找的人都是那精英是不是？是。对对，全部都是。那你都是熟练的。精英我也不怕，我就是机器啊，机器毕竟比人工要快。那不行、啊、那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比起来吧好吗？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们看看你分下场地。分下场地，这个怎么分呢？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吧。一人一半。对。这个地有多大、啊、大爷？这个地现在以后大体有3亩吧。3亩，那一人1亩半。一亩就1亩半。面对着每边1亩半的玉米地，两支队伍立刻开始准备了起来。这么多一垄，这边少一垄。那这样对你是不是不公平啊？你觉得？啊，没事，就这样吧。你还多一垄啊？多一垄就多一垄啊。你们是打算分工合作是吗？对，分工合作。怎么分工？你就是一人一垄，撇了吧，再拨了，拨了再说，那还很慢。耽搁时间，我要比他们，把他比下去，我们就胜了。啊，你是打算有的人来割，有的人来包？对对对，那样很快。好嘞，那行、那你们自己分工一下，好，先站好队伍好吗？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一下。来来，四个镰刀在前面削。5个人在里面包完以后，咱再说。好，准备敲好了。
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那就由您来说宣布开始吧，您是这个地的主人。好，来，开始吧，大伙都开始吧，开战了。比赛开始，机器立马启动，开始收割了起来。可是这刚一起步，怎么机器就停了？怎么会堵住呢？两个多了你。没想到这机器啊，刚开始运转就被割下的玉米杆把进料口堵住了。那小马还能继续进行比赛吗？快卡住了吧，这个女的不行吗？你看你看，又卡住了吧？我卡住了，这毛病老是。老惨啊，短时间内能找到问题呢？你这个再跟20个人比，我想这机器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不稳定。算了吧，别比了。还要再看看，还能比吗？差不多吧，我还要再看看。面对着父亲怀疑的态度，小马再次清理了进料口，启动了机器。这一次机器运转相对正常了一些，随着前方收割刀片的旋转，一排整齐的玉米杆霎时被吞没，从上方的出料口喷出了废料，速度真是不错。而人工这边20位师傅分工合作，有的人割秸秆，有的人摘玉米，配合起来速度也相当不错。面对着这个奔驰在田地里的大家伙，大家都不想认输，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不停地挑战着收割效率的极限。这次比赛谁胜谁负还真是不好预测。回袋了，这一袋有多重？我天，几十斤呢，30斤吧，这袋肉。这对您来说重吗？太重。就是我看看您包里装不装的，这都是您掰的。嗯，对。哎，真是，他们说您速度快，我看您的质量也挺好，这每一个都干干净净的。来，咱们看一下，真是。这还没过半个小时，人工队这边就已经收完了一半的玉米了。而机器队这边也不甘示弱，依旧稳定地收着自己的田地。今天的风这么大，会影响你的工作吗？不会。风越来越大，机器和人工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真是不太容易。马师傅，您这是最后两垄地了。对呀，我就剩两垄了。这次你觉得能顺利的翻过去吗？应该没问题吧？可是人工那边也剩了不多了。那我们抓紧。能打过人工吗？差不多。最后这一垄是挺关键的。这最关键的一垄了，对吧？最关键的垄了。好嘞，那马师傅，最关键的时候到了。我马上抓紧。加油啊！好，加油。面对着最关键的两垄，小马开足马力，全速的收割了起来。可是，这机器怎么又停了？又坏了。怎么又坏了呢？关键时刻下来看一下吧。好像又堵住了。你这还是不行，你这个还是这出的一个毛病就了不得了。这比之前塞的更严重了，我感觉。门子都转不动了。完了。哎，马师傅，你这机器怎么了？哎呀，马师傅啊，这个你如果把这个堵住的再疏通好，还能继续工作吗？我估计今天堵了好几次了，今天这后一次又堵得很死，到时候回家改进改进吧。下次他改进好了，大家还愿意跟他比赛吗？愿意，跟他比一下吧。他还能改进好吗？能改进好，差不多我看。好，那我们就。
给他一点时间。行，可以，行，给他点时间吧。啊，行，摄影师不在。郝老师，这么看来啊，我发现这个小马的发明比老马的发明要好啊，是吧？对，我们看呢，老马的这个机器呢，它是在手扶拖拉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所以它的收割效率是非常低的。是啊。顶多是顶上两三个人的收割。而且还特别的费劲啊。对，我觉得他做这个好像不是为了收割，是为了玩似的。是。当然，那个小马的机器呢，确实是它能够大量的、快速的去收割，这个跟老马的那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赶紧给我们说说小马的这个发明啊，它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看一下，在这儿我做了一个它那个拨和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手臂一样，哎，你得搂起来，哎，它呢是用了这样两个滚轮，这个轮上有齿轮，哦，哎，这样一转呢就可以把这个玉米秸给搂进来，揽回来。哎，在这儿我又做了一个小模型，你看那个拿吸管做的，哎，这就是还没有收的玉米，我们可以把这个拨和滚呢搁到这儿啊，现在你去转一下这两个滚子，你转一下，你看这个，哎，你去转，你是不是看好像没用啊，都给弹回来了，是吧？不是没用，主要它的间隙过大了。哦，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的滚子的间隙给它变小一点，你再去搂，是不是非常好的给它抱住了？明白了。哦，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间隙要给它调整到比较瘦长的这种形状，对，它就能够给那个玉米给它搂住，哦，能够向里搂。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两个手臂一样，您这么着和这样怀抱，那 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在模仿我们的这个手，对吗？对，如果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再做一些改进，我想它的机器还是非常有用的。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这个原理还是非常简单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小马的了。上次失败后，这次有了父亲的支持，小马父子回到家立马动手改进了起来。针对上一代收获总是卡草的问题，父亲给小马支了一招，能不能加装一个整理玉米杆晃动的装置，让它进料时不要太过扭曲，这样不就不会卡草了吗？有了这个想法，小马和父亲立马动手制作了起来。没出一个月，这新一代的收获机便做成了。这一次的玉米收获机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加装了整理系统和玉米皮打捆装置，使得机器在田间运转的时候能够更加流畅，收获玉米的速度也会加快。玉米收获机改进之后，小马决定再跟人工师傅进行一次比赛，这一次一定要让大家认可他的玉米收获机。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主动地到玉米田里准备了起来，虽然他们并不太相信这机器能比他们快，但是他们更希望这收获机能够追上自己，因为有了这样一台机器，自己平时也能多省些力气。马金刚怎么还不过来呢？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打个电话。师傅怎么还不来啊？不是黑豹了吧？好的好的好的，再见，马上就到。路上了。对。就在大家焦急的等待的时候，马金刚和父亲雄赳赳气昂昂的开着玉米收获机来到了比赛现场。哎，马师傅，为什么还来呀？刚刚这些人都等了挺等急了。刚组装好，紧赶慢赶了。紧赶慢赶啊！组装的怎么样啊？这机器？现在的功能多了。比之前要好吗？比之前那肯定要好啊。然后您要那边组织了40个人，为什么要组织40个人呢？我感觉我对我的机器这次信心比上次还足。可是上次20个人咱们都输了呀。上次是上次，我这回改进了很多地方，增加不会出现故障。为什么是40个人？你是算过吗？我上次和上次比差不多，那赶20个人，我现在要不出问题的话，差不多比上次能多一半，估计的。效率能高一倍吗？对对对。你觉得40个人对他有威胁吗？我看一口也差不多吧。
没问题吗？没大问题，可能。那么是吧？啊。听说这人工队里面有一半的人都是您找的呀？啊，对对对。您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呢？又增加了一倍，因为这台机器吧，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研制出来的，所以说，我觉着这个很合理。嗯，您觉得你们这个智慧也翻倍了是吗？哎，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有信心。好的，那我们去看看人工那边啊。啊，我们去看看人工队啊。好，人工队的气势很足啊，四十个人呢。然后我看着里面有的是以前就来参加比赛了的，然后还有一些新面孔。哪些是新的呀？我是。您是新来的，听说您是自愿来参加比赛的，是吗？对。您为什么要自愿来参加比赛？我主要是对着机器好奇啊，没见过。啊。咱农民造出机器，我想看什么样，干活怎么样。您觉得这机器怎么样？它会快吗？机器肯定是会快啊，那肯定的。但是说要是有多快，那就得再看看再说了。能跟你们四个人？四十个人不敢说，上次听说二十个人还不行呢，四十个人够呛。我看没戏。那您觉得他跟多少人合理？跟多少人比赛比较合理？这次要是改了的话，二十多个人，三十个人吧，四十个人够呛，三十个人应该差不多。您为什么觉得是跟三十个人比赛合理呢？因为他这次改进了吧，上次二十人不够，这次他要是来肯定是有信心，三十个人他应该会可以。他干两种，这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他这要是万一出什么毛病的话，我感觉三十个人，还差不多。三十个人比较保守。对对对对。嗯，您觉得呢？能他就跟四十个人比赛行吗？我看不行。多少人比较合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吧。那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我感觉三十个人可能会比较那个保守一点。我感觉我对我的机器非常有信心。没事，您觉得呢？对，就是五十个人，我觉得就没问题。这人有没有信心啊？有。能赢机器吗？能。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好了。没有问题。没问题。那赶紧上车吧。好。预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吧，大伙开干啊！比赛开始，机器一马当先地开了起来。这一次改进后的玉米收获机轻巧地将玉米杆收拢送入到了入料口里，效果十分不错。哎，怎么停了？前面怎么停了？不是，我的前面打滚的压力，压力小，我现在打一下压力低啊，打的滚比较厉害。大家都虚惊一场，原来小马停下车是为了调整出料口的压力，让玉米皮打捆后出来的更加密实，更好进行处理。很快小马又登上了驾驶位，启动了机器，行驶了起来。怎么了马上？是吧？是为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吗？不，它就是这个靠边的这个梗，这梗，哎，它是他们俩会挨在一起是吗？太纠结了。哎，那个不好掌握。你见过这种机器吗？我一次。然后你看这机器，你觉得能赢过人工吗？啊，比人工指针快啊。可是它现在出问题了呀。问题是小毛病，一会儿就好，然后马上现在就好了。啊，你挺看好这机器是吗？对。是吧？这捆打得结实吗？可以啊。你们平时这秸秆躺在地上怎么回收？这个全部没有浪费了。然后这个打捆完了之后怎么处理呢？这个可以喂牲口、喂牛啊，喂牛或者烧火都可以的。平时你们见过的那种收获机，它有这个自己带打捆功能的吗？没有。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那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打桶功能的话，你自己要用手来弄的话，就是这一亩地的话，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些秸秆处理掉？一个人差不多要一天吧，一亩地。你觉得这机器省事儿吗？省劲啊，省劲又省时间。看来这改进后的玉米收获机增加了玉米皮的打捆功能，
着实帮大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再收割完，人工就不再需要弯着腰捡拾打碎的玉米皮了，只需要一捆捆的将它抬起回收就可以了。再看人工队这边，大家因为有了上次比赛的经验，分工合作的更加默契，速度相对机器也不慢。秋日的午后，风还有些大，这让人工队的40位师傅干起来都有些冷，但是大家凭着坚强的意志，一直没有降低手上的速度。这次比赛的结果还真是不好预测。你好，啊，你们摘了多少了？我摘了不少了，感觉比平常速度还快一点呢。这袋子都是您摘的呀？啊，对。今天是您正常速度吗？比正常速度要快一点吧？那人家不是比赛吗？比平时还要快呢。对对对。看来面对机械化的收获方式，人工队的各位能手都拿出了比平常更快的速度，这让一旁的玉米收获机不敢有丝毫放松。师傅，您这是在捡这地上漏下来的玉米是吗？是是。这个漏的多吗？您感觉这一溜下来？不多。就是这一溜下来您就捡了这4个是吗？玉米里边还有一些皮没有完全扒干净的呢。你觉得就是处理这些方便吗？方便，比人工方便多了。嗯，相比人工来说，比人工比方便。嗯，小马师傅，啊，小马师傅，啊，这玉米怎么在这后面又停了？啊，我斗子里的酸奶粒儿满了，我得倒粒儿，都满了，我得套一下，里面过滤下来的碎粒儿，发皮发的那个底下的粒儿，都在这个储存箱里面。哦，我看一下，哦，还不少呢。收集在底下这个储存箱，把碎粒儿我都发一下。刚刚我看到有的玉米它是缺了这个，对，就是跑到这里面来了，啊，过滤到这里面来了，那这样就不浪费是吗？啊，对对对，它落不地里。今天还顺利吗？啊，今天还顺利的，没什么故障，达到我们的预期了。看着小马满脸的笑容，满身的玉米叶，看来这次机器的运转他还是相当满意的。确实这一次小马不仅让机器运转的速度相对稳定了，还增添了许多人性化的小功能，让玉米收获的质量更好，操作也更加简单。比赛已经过半，机器这边越割越勇，而人工队这边速度却好像有些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对，砍那个秸秆累吗？刚开始还行，干时间长了就不行。像我那么年轻，肯定是累。哪不舒服？干久了会？主要是腰，腰和手，撅着是吗？对对，腰痛。你像我那么年轻，腰也痛，像他们肯定会更痛，然后手打泡，手起泡，对对对对，有点痛。啊，就这儿我看有点红了。对对对对对。刚刚就是砍秸秆弄的。对对对对对。大姐，我看您刚刚扛了一麻袋玉米呢。全是您收的吗？不是。啊？什么的？是您收的吗？是。这一麻袋您要收多长时间？十几分钟吧。现在装了多少了？有。一车装满了吗？快了，满满了。那他们包的干不干净啊？包的还可以吧。我看到那有一个，它其实还带着皮呢，您能拿给我看一下吗？像这种情况多吗？这里面？嗯，不少。不少。对。那为什么会没勾干净呢？因为人工得强制赶上了吧，强制给机器整那个开的钱赶完呗。为了赶时间。对对对，为了赶时间。感觉这质量还一般。对对对。那您在上面还要进行第二次加工是吗？对对对，这还得重新再加工一回。对对对。随着时间推移，人工队慢慢也显露了些许疲态了。确实，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就算是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也会感觉比较吃力。
大家都用顽强的意志坚持着，保持着手里的速度，争取着收完还剩不多的玉米。人工队还没割的玉米所剩无几了，而机器队这边也就剩下最后的几垄了。面对着稍显疲态的人工队，玉米收获机和小马依旧显得很轻松。面对着大面积的玉米田，机器慢慢体现出来了自己的优势。带着轻松的表情，小马立马开始对最后的两垄玉米开始了收割。没事，那都是小鼓掌，反正堵个一两次挺好操演。现在比您预计的这个时间快还是慢？快吧，比我预计的快。您是没有想过这机器这么没就没想过这么快，感觉都没问题，能顶四个人。这次没想到快好，这次这么好，这次效果我们想都没想到这么快。那这个看来人工这辈子都已经都休息了，在那干不动了。他们累了，他们累了，他们干不过我们累了吧。那好，我们先检查一下质量，我们看看行行行。看一下这个打孔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这打孔的问题。对，是。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玉米皮和这秸秆打碎了。对，玉米皮都打在捆里面了，不往地里撒了，就是。好，你打的这个捆紧吗？结实吗？装车什么的都没问题，装车没事，运输都没问题啊。就像这里面那个草，就这样可以喂奶牛，我们奶牛场都可以要了。今年咱们收估价是8分钱一斤，哎，还能卖钱，还能卖钱。这个秸秆在这个可以能当和煤差不多，能烧晒干了，这属于那个清洁能源，再生能源。平时浪费了也就浪费了。对啊，现在能节约能源呢很重要。好，那我现在也很关心这个质量怎么样，能倒到地上我们看一下吗？能的，能啊。来，现在我们看一下玉米素质情况。行，好好好，玉米的情况好，来看一下，觉得它这个包得干净吗？包得干净，这基本上没皮了，都像这个后装袋的时候这么一揪就可以了。您看着这个，觉得它这个收的质量怎么样？质量不孬。啊？质量不孬，真不赖。对，挺干净的这个。比人工呢？比人工强多了。比人工嘛，人工你看收的还慢，地里乱七八糟，比别的机器吧还乱七八糟吧。你看现在地里你看秸秆基本上都没有，现在成捆了，再生能源也有了啊。对。反正都挺好的，反正。放那里果子也挺干净。回去看看人工的情况怎么样，还剩了一些，好吗？回去看一下。人工的情况在地上了呀。哎呀，累啊。累死了。还能干动吗？现在干活，现在干。可是机器已经完了。对啊，他干完了，我们不着急了就，反正输了。您不是说啊，服气了。他只能组30个人吗？是，没想到干这么快。我是服了。你们都服气了吗？服气了。小马发明的玉米收获机利用转盘割台，把地里的玉米从底部割断，送给输送带和拨和滚，在输送带和拨和滚的作用下送给下穗滚，下穗滚再把玉米秸秆和玉米穗分离，从而完成工作。
机器不仅速度快，在收获玉米的质量上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代替了人工，大大解放了人力劳作。发明人的玉米收获机经过多次改进，成功实现了收获玉米分离和捆扎秸秆等多种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效果显著，也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希望进一步地提升设备的稳定性，这样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感谢彭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见。一台不用人工自动成型的穿串机，一个在困境中心怀憧憬、执着坚持的平凡家庭，应对30人的终极挑战，穿串机能否实现逆转？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美味穿出来。